保护工作表，以色列呢提供保护活页簿工作表储存格的功能哦。譬如说，这是我们成绩单，我们的下了公式，当他把这成绩改完以后呢，总分会自动加总。可是如果这个表格让不懂以色列人拿到，他把这里呢改成固定的357，不是公式，以后加总完就不会更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整个工作表的保护哦，不要让别人改，在教育的地方就提供保护工作表的功能，点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工作表不让他改咯。好，输入密码123，确定，再来一次123，两次密码要一样哦。好，确定完以后呢，如果要修改，按两下。当你要修改的时候，告诉你这个工作表已经被保护了，你不能再做修改，就不用怕这个做完的东西被不会 Excel 的人稍微改了一下，结果就大乱了啊。那密码要输入两次才能够进行保护的工作。